现在是对节能减排的一种抵制。又打在绿树上，球进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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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了。球又打在绿树上，进了，进了，进了。各位观众，晚上好。晚上好。今天是10月25号，星期五，农历9月27日。欢迎来到收看那个催眠的新闻报告。Парус, билет парус одинокий, в тумане море голубом. 像哎，电视里真的，哎，电视真的多了。啊，我想呢，在你的脚掌和冰层之间，一定会隔上一层柔软、舒适、温暖的隔离层。更多新闻资讯，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。